奔流汇聚一堂，平地惊雷，黄梅怒放，多剧种艺术家联袂助力，黄梅戏超新星惊艳亮相，集结青春力量，挖掘未来新星。敢把红袍穿上谁，请关注相约花戏楼特别节目《新时代黄梅之星》全国黄梅戏青年演员电视展演。我叫佘畅，来自于安徽铜陵，我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名青年演员。那么我的家庭呢，也是一个戏曲的世家。小时候在学习戏曲的时候啊，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，也遇到过一些困扰。不过呢，这反而坚定了我要把这条路坚定走下去，坚持把它走好这样的一个原则。那么这次能够来到咱们黄梅之星的舞台啊，也希望通过这次的展演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指导和批评。
得有一天，明月照窗前，是梦是真难分辨。见你立在花架前，情言依然就容颜，花兄花兄情深欢，情如飞扑扬天，原来是风吹落叶沙沙响，月照树影雾翩翩。修复的棺材歇眼，见了他你灵魂展开笑颜，你心前举起的画架依然未变，只待你回来再把颜色添。春回大地乾坤转，万紫千红艳阳天，山花红似火，江水碧如蓝，一国纵然好，怎不忆江南，百发不起重结伴，一两啊你我携手同游好火山。看出你的声带可能有一点点疲劳，但是你还是很会运用，很会在气息上会做一些处理，而且在发声上也用得非常好。谢谢。我很喜欢你，也觉得你非常全面。希望你能够在安徽省黄梅剧院这个舞台上能够好好展示，能够希望今后能够看到你更好的、更精彩的、更出色的、鲜活的人物。这段唱腔我认为你完成的还是不错，总体来说我对你非常满意，我给你通过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的男演员我都是喜爱的嘛。第一个表态的。对那好，我也给你通过。谢谢老师。好，说唱。其实我是跟你有过一次交集，对吧？我们排过一个序幕，对《红梅赞》，你当时在里面演了一个蓝胡子，对，对你还是就是那个角色的，到今天这个角色的完成，我觉得你是有提升的。刚才如吴老师所说，我们期待着你有更多展现的机会和更多的角色带给我们，我也给你通过。谢谢三位老师。黄梅剧院前两天展演一部新的剧目，然后在剧中饰演一个角色，所以嗓子会比较疲劳。但是，我就偷着唱吧，用我们行话说偷着唱，也是把这段勉强的把它拿下了。当然也得到了这个评委老师的认可，我也是非常的开心和惊喜。传承经典，唱响黄梅，我就是黄梅之星。我叫姚玉桃，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。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跟这么多的同行一起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吧。
我这次表演的剧目跟以往的不一样，是因为我想通过这个剧目来展示一下自己，提升一下自己，希望能够得到各位老师们的肯定。
姚玉桃，今天还是看到你有这样一个表现，还是很开心的。我记得我们俩应该是在2012年《牛郎织女》的剧组里有过交集，当时他是刚刚学校毕业，在我们那个剧组里就是小仙女儿，就众多小仙女儿中间的一个小姑娘，小喜鹊。其实做一个演员特别不容易，你说说看，7年了啊，在这个一个岗位上，经过7年的历练，从一个小喜鹊到今天在舞台上，刚才这种5-6分钟的段子一个完整的展现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，是不是？谢谢你。这段唱腔对你来说确实是难度比较大，在这个音准上啊，始终在你的这个跟旋律和伴奏之间老是有点游离，因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基本功啊，首先要把音准要唱好，所以前面后面要稍微好一点啊，前面特别散板部分音准还是有很大的有一些距离的啊，然后你的发声呢，你的声音其实条件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你始终用了一种那种发声吧，你比如说光阴啊，你是光阴啊，你娘啊，你好像总是在这儿，这是光阴啊，你也这般不张。你催人老不老，你总是有点这个声音，这样催人老之难的，是吧？就是你在你的练习当中要去找一个方向，把你的声音这个这层纱布把它撩开，对，把声音直接呼唤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咱们就表决吧，王老师。我先来。对。7年的第一个台阶能有今天这样一个表现，我还是愿意给你通过。谢谢潘导。好，玉桃，其实你表现还是完整的，但是因为我确实是觉得，对于安徽省黄梅剧院吧，你在这里面还是弱了一些，抱歉，我这次不给你通过，希望你能够下次有更好的进步，谢谢。我觉得今天的表演确实很紧张，然后评委老师们讲的也很对，以后会更努力一点吧。我叫施瑞，来自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一名青年演员，参加这次展演是想检验自己的一些功底，然后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为以后的艺术道路做得更好，走得更远。花呀，你能结伴
千里，求你助我伸双你。展翅飞出向风门。施瑞对吗？对。这个龙女这出戏你演过吗？我有在其中捧场。姜文玉这个角色也是这个段子第一次唱，是这样吧？对。那个之前有没有参加过其他的戏的一些主演呢？没有。都没有，舞台的这种放松感还是欠缺了一些。希望这个接下来能把这个唱能够再提高一些，因为你是有空间的。就主要是唱嘛，就是演员有好嗓子，但是也不能嚎着唱，是吧？演员有好嗓子，更要收着唱。男演员在黄梅戏里有一条好嗓子，确实很难得。所以希望你用好你的嗓子，唱好人物。希望下次能看到你的好的表现。好的，谢谢。您这是六分哦，通过了。谢谢。Yes， 好，好，条件全面的一个好演员，唱、做、念、表，甚至是打，其实都需要下功夫，做一个合格的演员。而你在台上刚才，我其实刚才是夸你留下了一个好嗓子的印象，那其实你的做工、你的脚步稳都不够，这基于什么？平时的还有一些技艺要加强。你想成为台中间那个角儿吗？想。好，我冲着你这一句话，我给你通过。我期望你说到做到，下一场更精彩。谢谢。通过。其实刚才在台上很紧张，其实不是很满意。之前做的准备工作欠缺了一些，这次也谢谢各位评委老师对我这么就是这么中肯的评价。传承经典，唱响黄梅，我就是黄梅之星。我是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演员，我叫胡媛媛。今天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一次黄梅之星的展演。今天来到这个展演呢，我觉得重在参与。我觉得青年演员就应该有这样的平台，多多的展现自己。成与败没有关系，我觉得只要你自己尽力了，你努力就好。媛媛加油。
亲，望三姐手寒腰已十八载，六岁贫苦到了一世老春，还有前朝银台女三三四四爱养孙，这都是父母嫌贫爱富贵，女儿不忘恩爱情，我虽比不得前朝贤良，你就负我不顾私分，公职也是贵重女，难道倘若公子不肯饶到军阶里罪行，愁死走真心无缘，祈求放错夫君，只要我父内有种，我走死就传啊，也甘心。好，圆圆，这个女驸马你在舞台上演出过吗？原来小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演出过，还得过奖。哦，小的时候在学校里演出过。小的时候、太使劲儿了啊、这个人物是能考中状元的一个人物啊，一个女孩子，她其实很内秀的，要稳，舞台上使劲儿大了吧，有点拙啊。对，我知道。然后你今天这个回答我还是挺高兴的，有点自己知道有点拙、对，所以呢他这个呢是要循序渐进的来把它表那个怎知民间女子痛哭情，王三金手寒腰已十八，你看已十，你可以随便唱，手寒腰已十八载，六岁贫苦得了一世老春。罗老师，你唱得太好听了，我从来都是在电视上面或者是在广播上有听过你的，我没有现场听过，真的是太好听了，因为太好了，真的是。就是，所以是说呢，就是刚才你确实你刚才也讲了一个劲儿有点大了，对。但是我觉得一个年轻的演员啊，能够还是希望能够在台上，所有的演员成为角儿的或者成为好演员，他必须在这个舞台上不停的磨练。他如果离开了这个舞台，你说我私下再怎么练，很难出这样的戏剧人才哈。所以就是这一段呢，听听他们两位吧。从我的角度上来说，你嗓子也是有基础的，但是呢，不管是你的演唱，还包括你的表演，都不能过，要适可而止啊。对，好吧，好的，吴老师。吴老师讲的非常好，就是整个舞台要放松，要自然。像艺术就把握住分寸，就恰到火候，就多了也不行，少了也不行。如果台上没有激情，没有用力也不行。那就到底拿捏到什么程度，那就看每个演员
自己的功力了，对吧？我觉得你是一个条件很好的演员，而且悟性也非常高。那我就先来吧，我就省着再好通过。谢谢王老师。啊，今天他其实呢，我本身是不想给你过的，因为我觉得你实在是用力太过。为什么现在我转变主意了呢？我觉得你那个回答我，你有点拙，我倒有点高兴，就是你还能认清自己的问题所在。认清自己问题所在，就希望你将来有个机会改正。好的，谢谢吴老师。嗯，谢谢。嗯，好，吴老师表决了，这个就最后一票。开始。希望你以吴老师为榜样，加油！我也期待你的更好的展示。会的，潘导。工作。谢谢。谢谢谢谢吴老师。上了台肯定会紧张的嘛，因为本身嗓子就有问题。如果说要不能通过的话，我其实我也是能接受的。其实我今天真的没有发挥好，我能希望我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放松自己，能展现一个更好的自我。传承经典，唱响黄梅，我就是黄梅之星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湖北英山县黄梅戏剧团的青年演员胡佳亮。从小呢，我们那个地方有一句话叫做一去二三里，村村都有戏，所以我从小喜欢戏曲，从13岁开始唱戏，一直在坚持，从来没有放弃，也没想过要放弃。我也期待今天能够取得好的成绩，同时来回报帮助过我的领导、老师、朋友们。唱的这一首是《梅娃过河》里面那首歌，对吧？唱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旋律啊，音乐啊，你感觉到它像是黄梅戏呢，还是像一首民歌呢？你感觉像一首黄梅歌啊，黄梅歌。嗯，所以我就觉得呢，这个从你的演唱我感觉到啊，就是更多的像歌
当然作为一个歌手也是很好的事情，就是把美的声音传递给观众，对吧？做戏呢，它要性格化、人物化。那么唱歌呢，有的时候呢，它可以是一种公共情感，但唱戏呢，就是一个个别情感。所以我觉得呢，你在这个舞台上给我们展示到的啊，就公共的情感多，个别的情感少，啊。这杨老师用了非常理论的这种说法来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嘉亮，你是在阴山黄梅剧团已经工作多少年了？工作一年。哦，刚一年，之前是？之前在别的剧团。哦，也是黄梅戏，唱黄梅戏吗？是的。那你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个传统小调啊？黄梅戏的花腔小调，或者是评词也可以，让我们听听你的戏味好吗？为救李郎，李家园睡了黄榜中状元，中状元出红袍，茅茶宫花好啊啊，好新鲜呐！好，这个唱的跟歌一样啊。这个唱戏啊，这个女驸马这一段唱腔呢，千万不要拐太多的弯。这个弯拐太多了呢，它不，我无异于它的这个旋律的这个完整性啊，就应该还朴实的去唱比较好。为救李郎，李家园睡了黄榜中状元啊，就比较平和唱就挺好的，是吧？冒着宫花好啊啊，好新鲜呐、啊。就可以了，不要他每个音符里面加那么多的装饰音，反而有失他黄梅戏传统的味道，好吗？抱歉，我没有给你通过。我刚刚唱完了，我觉得可能是有些紧张，没有发挥好。然后老师对我的点评呢，我觉得非常的满意。期待我下次如果有更好的剧目，有更一步的提高，我再来参加黄梅之